熟男，真爱网，真爱网，真爱网都有吗？对，运动熟男，然后针对的是真爱网。You what？ 我想看他的真爱网。真爱网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点进真爱网吧。直接点进吗？哦，他专门是那个是相亲。哇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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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一下你相亲的那个软件有多少个。好的，好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，Oh my god！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交友软件？有十六个，哎呦，加真爱网十七个。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相亲软件？因为家里逼得急，然后年龄也到这个地方了。所以说我妈就比较夸张，如果她在街上看见一个很好看的女孩或者是不错的女孩，就想要找别人要微信，然后介绍给我。就更夸张的，就我回去一周相亲28次。 You what？ 我的天，7天28次，平均每天4次。对，你这个档期怎么安排的过来的？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吗？晚上。至少你相亲见一个人要2个小时吧，一天四趟就是8个小时，比上班时间还长。没有，这个是家庭战，完美配合战，就是我前期主动配合，然后我妈主要是在旁边审视我，然后我爸主要是安排地点时间，这个他们比较在行一些。Oh my god！ 所以你已经有这么多相亲软件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线下相亲？就是家里逼得紧，我想把这些主动权先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想自己去试一试，如果遇到有兴趣相同的，我就可以奔现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李泽言的真爱网吧。可以可以。天呀，哎，如果你有8点相同，那就做我老婆吧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要看这个吗？哦，你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问一下，如果相处合适，会考虑结婚吗？结婚吧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年纪到了，我急啊。但是我不是那种随便乱来的，不是那种随便乱来的。所以接下来的那些都是你的相亲的标准，对不对？8点相同点。可心，他这8点，你有没有跟他相同的点？有好多。有好多？真的？你也爱看这部电影吗？我因为我特别爱看动漫。我也特别爱看。然后我喜欢吃酸甜的东西，我会打乒乓球，我会拉小提琴。不对啊，不对啊，好奇怪，我怎么觉得你喜欢的东西和我喜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？我觉得此时此刻男嘉宾应该要说出一句话了吧？对对对。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你是唱的是什么歌？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对对对，我不是听到最后那几个字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唱什么歌。要再唱一遍吗？我觉得此时此刻你不应该唱歌，你不应该说不好意思问一下，如果相处合适的话，会考虑结婚吗？这个我也特别想问啊。